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朱进。今天是2022年1月30号星期日，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长春晴，最高温-6度，最低温-20度，低温持续，提醒您注意防寒保暖。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发展在吉林。新闻早报冬奥会特别策划冬奥早班车。来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消息。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吉林一号卫星从太空传回了历届冬奥会场馆的卫星影像，让我们跟随着卫星视角一起去感受一下冬奥的魅力。从吉林一号卫星发回的卫星影像中，不仅可以俯瞰作为北京冬奥会场馆的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以及国家游泳中心，同时还能看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菲斯特奥林匹克体育场等、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卑诗体育馆、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都灵奥林匹克体育场、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瑞斯埃克尔斯体育场。从这些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到，历届冬奥会主场馆造型各异，特色鲜明，每个场馆都饱含了奥林匹克竞技精神和独具一格的城市风韵。位于河北张家口的云顶滑雪公园将会进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 U 型场地技巧项目的比赛，这也是中国在雪上的优势项目。目前整个 U 型场地赛道已经完成，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雪白的 U 型场地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通透，几位统一服装的划线员正在对池壁的情况进行摸底。比赛之前，他们要在池壁上画出清晰的线条，以便于运动员们在滑行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为了可以给运动员一个很好的距离感和做动作的空间做的一个提示。在 U 型场地的赛场边，工作人员正在对混合采访区铺设防滑垫。寒冷天气，防滑垫既柔软有弹性，还防滑，是雪上赛场的必备品。为了把防滑垫铺得好看，工作人员特意用绳子来进行参照。这里就是 U 型场地的混合采访区，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届时我将站在这里对运动员们进行一个采访，而运动员们呢，届时将从这个地方依次通过来接受媒体记者的一个采访。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距离应该是2米以上，也确保了媒体记者和运动员之间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在 U 型场地的池边上，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防护栏。在赛场周边，电力保障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现场电视转播屏幕、电子计时计分系统、混合采访区等，都离不开电力部门的强力保证。U 池的场地基本上已经完工了。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场地啊、槽壁啊，现在按照国际的标准啊、赛前的标准已经达到了比赛要求了。站到这里才能够充分感受到 U 型场地的雄伟。我看到呢，在这个 U 型场地的起点处也是特意摆放了一个奥林匹克五环的标志，寓意着运动员们在奥林匹克五环精神的感召下，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去尽情的展示自己。28号，中国女子冰球队在五棵松体育馆进行了适应性训练。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支23人的队伍当中有16人是来自我国南方的广东省。这支南方球员占到多数的队伍曾经多次征战世界顶级联赛，为中国拿到了第一个职业冰球联赛的冠军。28号上午，中国女子冰球国家队已经在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的主要比赛场地五棵松体育馆开始了首场适应性热身训练。他们当中有19人目前效力于深圳亿冰球俱乐部，其中16人由广东省选送。非常兴奋入选国家队，在北京参加冬奥会，也是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2017年，国家女子冰球队就落户深圳。
2021年，深圳龙岗国家冰球项目训练基地正式落地，一流的训练设施和后勤保障，过去几年上百场国际职业联赛的历练，为中国女兵积累了无穷力量。作为国家队的主力，后卫刘志新曾代表俱乐部参加加拿大女子冰球联赛和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出场超过100场。守门员周佳英则参加59场联赛。他们和队友们奋力拼搏，成为第一支夺取2019至2020赛季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冠军的中国球队。近几年一直参加职业联赛，无论是对冰球的理解和认识，还是对职业联赛的态度和精神，对运动员和冰球发展都有了很大的收获。现在深圳已经有更多人开始接近冰球，爱上冰球，俱乐部组建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冰球队，每年各种各样的青少年联赛都在为冰球运动培养选拔人才。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共有10支参赛队伍，中国队与日本、捷克、瑞典、丹麦分在 B 组，经过单循环较量之后， B 组前3名球队将与 A 组的加拿大、美国、芬兰、俄罗斯和瑞士共5支球队进行1/4决赛，胜者闯入4强，随后进行半决赛和决赛。我相信在奥运会，我们会让世界看到中国女子冰球非常的强壮。冬奥会即将开赛，预祝运动员们取得优异的成绩，不辜负自己的坚持和努力。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北京冬奥村继续接待各国各地区代表团的入住，村内各场所也开启了赛事服务。我们来看一看，在北京冬奥村24小时运行的代表团接待中心，分类引导代表团成员完成各项手续，协调各方，帮助首次抵达的代表团成员及时解决注册、交通、手机或行李丢失等问题，解答各类咨询。北京冬奥村的运动员餐厅也开启24小时运行，并负责向国家体育馆、国家速滑馆等6个竞赛场馆和2个训练场馆配送运动员餐。我们向运动员竞赛场馆和训练场馆里选择的运动员餐食，都是从冬奥村餐厅里当天的菜品里面选择，然后里面有运动员爱吃的沙拉、芝士、面包、热煮菜和素食等菜品，满足了运动员的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和大量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在运动员休息室里面预备了丰富的预包装食品，满足运动员的各项需求，同时供运动员随时取用。北京冬奥村的广场区有23个功能空间，每天早9点到晚9点向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开放，里面有中国文化体验、配套商业服务等，村民们可以在这里看展、理发、购物等。最受我们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喜欢的呢，是我们的特许经营店，还有就是咱们文化中国的展示区。特许经营店呢，它里面有服装、鞋包，还有咱们的文化用品，还有纪念徽章等等，这个运动员都特别的喜欢。在文化中国里呢，有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作品的展示，各个戏曲的视频节目的展示，外国友人呢对这些都特别感兴趣。在这里我们可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入口处我们会有手销薏米线，在门口会张贴限制人数，比如说特许经营店，我们会限制20个人。在北京冬奥村呢，有一个中医体验馆，那里为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外国运动员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窗口。目前冬奥村已经进入到了赛事闭环管理，今天我们就跟着闭环内的大学生志愿者来打卡这个冬奥村当中的中医药馆。Hello， 大家好，我叫朱一迪，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现在是大4的一名学生啦，很有幸能够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了。在冬奥会的舞台上这么集中的展示中药文化还是头一次，让我们期待一下吧。一进入这个馆，我们就能看到一个10，还有 TCM 3个字母，这个就是中医药的英文缩写。10秒中药体验馆为什么要叫10呢？这个创意就是我们想要从中医药知识到养生知识，再到具体的体验互动，所有的视频活动都只有10秒钟。这个屏幕厉害了，
以前我们所见到的真容都是二 D 平面的一张图，但是这里呢，我们第一次用三 D 的一个模型，把我们的真容给立体的展示了出来。看到我的头了吗？我出来了，被拍到了，感觉好神奇。我之后要把这张图发给我妈妈看。说到中国功夫，不少外国运动员都很有兴趣。在我们十秒钟医药体验馆，运动员不仅可以来学功夫，还能了解功夫背后的养生技巧。这就是功夫打卡五千系的沉浸式体验区，它利用了 8K、5G、AI 等技术，体验者的动作可以被实时捕捉和分析。哇，96.3，我是不是超厉害？了解了这些功夫养生的互动体验，最后我们也为各国运动员准备了和我们中医药相关的礼物，而且都是盲盒，这也是运动员们最爱打卡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的刮痧板，它这个形状和我们这个十秒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这个呢就是超级神奇的经络袜，看一个大脚。如果我们胃疼，我们就可以摁这里，把这个袜子穿在脚上摁一摁，感觉应该会很酸爽。这里是北京冬奥村的十秒中医药体验馆，我们准备好了，欢迎运动员来打卡。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连日来我省各地冰雪主题活动不断升温，掀起了全民体验冰雪运动迎冬奥的热潮。近日，惠南县市政部门在公园以及主要街路布置了100多个雪雕景观迎冬奥庆新年。这些雪雕既有象征着奋进的策马奔腾造型，也有寓意吉祥的福字造型。而在人民公园里，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的雪雕景观也引来了人们拍照留念。在双辽市七星湖公园冰雪游乐园，市民们在家门口体验雪滑梯、冰车、雪飞碟等11种冰雪项目，感受冰雪世界的魅力。像坐过山车一样，然后还有好多好玩的项目。在桦甸市东崴子滑冰场，人们不惧严寒，在冰面上享受着冰雪运动带来的激情和乐趣，为冬奥加油。我今年11岁，滑这种冰刀一年，滑球刀2年。今年69了。滑冰5-6年了，平常挺爱滑冰的。希望中国运动健儿在比赛中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到吉林玩冰赏雪，长白山绝对是您不容错过的冰雪旅游胜地。敦白高铁通车不久，再去长白山就更加方便了。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坐着敦白高铁走进长白山，感受不一样的冰雪旅游和冰雪运动。敦白高铁的开通不但满足了城市间旅客短途出行的需求，而且连接起吉林省旅游城市的冰雪资源，在长白山随处可见冰与雪。在这么多雪人中，您能第一时间发现一博吗？在我的身旁，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雪人，而且啊，今天一博不仅衣服和雪人的颜色撞上了，而且我们还有同款的围脖。今年长白山着重打造冰雪运动主题公园，极具特色的攀冰也吸引了不少冰雪发烧友挑战极限，还可以在雪地上支起大锅炖上一锅酸菜血肠。在雪中挖出来的房子啊，被称为雪屋。在长白山冰雪运动主题公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有不少的雪屋，但是啊，这里的雪屋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用像一博身旁这样的雪块进行堆积的。那如果你也想体验在雪屋的感受呢，不妨我们一起来这儿坐一坐。体验了刺激的冰雪运动，接下来出发体验一场精神盛宴。逛累了玩累了，那么就放松一下，体验一下精神盛宴吧。就在长白山的池北区，这里呢占地4000平方米的面积下呢，有长白山民俗馆和王淑平美术馆，来这儿感受一场文化的视觉享受。高铁开进长白山，一条条惠民利民的铁路线，像一条条金线和银线，串起了百姓生活的幸福线。1月28号，以冰雪迎冬奥、愉悦庆新年为主题的2022吉林松花湖首届冬捕冬钓节在吉林市拉开序幕。活动将持续到春节期间，市民和游客可以饱览挂网捕鱼、凿冰冬钓，体验拉网围猎捕鱼，感受万鱼欢腾。
今年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积极响应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的号召，陆续推出冰雪旅游、冰雪体验、冬捕冬钓、民俗风情等冬季旅游系列活动，着力培育冬滑雪泡泉旅游产品，努力成为亚洲第一、国际一流的滑雪旅游休闲度假区。作为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萌萌的微笑和可爱的身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自信，体现了吉林冰雪文化厚重的人文积淀，也印证着当代吉林文化的创新力与凝聚力。日前，我台记者采访了雪融融设计团队负责人郭春芳，了解雪融融诞生前后的故事。在雪融融设计团队负责人郭春芳的工作室内遍布着雪融融的影子，面对着众多设计图纸和模型，他向记者讲述了雪融融设计之初的故事。2018年中秋节前后，北京冬奥组委会吉祥物的征集的宣讲团就来到了长春，应该说我当时任吉林艺术学院校长，为了落实这件事情安排了具体的工作方案，要求我们的老师组织我们的学生积极参与。广大师生积极参与设计，雪融融的原创设计，吉林艺术学院学生江宇帆最初选择大红灯笼作为创意素材，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性符号进行了艺术处理和优化整合，设计出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吉祥如意方案，也就是雪融融的创意雏形。创意有了，实现的过程却经历了百转千回。这个原创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创作的基础，比如说它是一个音乐的符号，或者提供了一个旋律，最后经过我们这个团队把它做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曲子。从2018年9月21号的征集宣讲开始，到2019年9月17号的吉祥物发布，郭春芳带领由吉林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设计团队往返北京20多次，前后有32套修改方案，10000多张设计草图。雪融融设计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昼夜奋战，终于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如今以雪融融为元素的微信表情包已更新到第5版。雪融融的入选，它不只是在设计领域，我想应该在音乐、舞蹈、戏剧包括美术的创作，更好地体现出吉林的地域特点，尤其助力于我们吉林省的冰雪产业冰雪文化有一个好的开端，有一个好的发展。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来关注春运的消息。近日全国多地出现了降雪、大雨、冻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交通运输部积极应对春运客流返乡和低温雨雪恶劣天气的叠加压力，提前做好防灾预案，确保人员设备物资储备到位。为防范和减少低温雨雪天气对公路造成的不利影响，甘肃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及时高效清除道路积雪，利用站口路面电子显示屏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安全提示，在重点路段做好应急救援准备，最大限度降低降雪结冰对公路交通的影响。湖南、浙江交通部门积极储备防滑链、草垫、工业盐、麻袋、铁锹、三角木、应急救援车辆等应急物资及设施，制定恶劣天气路面勘查工作方案，确保行车安全。同时，加强客运站场营运车辆消杀通风工作，强化防控物资保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提醒，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雪，需持续防范雨雪和道路积雪结冰、路面湿滑和低能见度对春运、城市运行、能源供应等的不利影响。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交通枢纽干线需加强安全管理和疏导工作。另外，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地需防范大雾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春节临近了，正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的时候，也是传统的猪肉消费旺季。那么市场上猪肉的价格怎么样？市民的消费需求又如何呢？一起去了解一下。刘长利是河南省南阳市农贸市场猪肉零售商，他卖猪肉已经有30年了。据他介绍，临近春节，猪肉价格还在下行，与去年春节前夕相比，猪肉价格大幅下跌。去年肉贵是吧？去年肉都20多一斤，刚的时候都是个瘦肉啊，都是瘦肉卖到26，今年这卖14。不仅零售商对猪肉价格敏感，批发商也切身感受到肉价下跌后销量明显增加。去年年关的价，因为价位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去年销量这也就是4000斤左右，到今年的话，上升到6000斤。在平时今年这个买猪肉这方面可能会买的相对比较多嘛，很便宜嘛，一周可能买个2次或者3次这个样子。去年可能我如果说一周需求2次，我就买1次这个样子，因为价高嘛。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2022年1月第三周生猪价格同比环比双降，全国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5.98元，环比下降2.1%，同比下降56.0%。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猪周期自2018年5月开启，上行周期持续27个月，猪价从每公斤10元左右上涨至每公斤近40元，下行周期从2021年1月持续至今，猪价从每公斤40元下行到最低每公斤跌破10元。我们看见了，作为年货之一的猪肉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而说到了年货，吉林省各地的年货市场货品齐全，花样多，并且价格很适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烘托出浓浓的年味儿。走进延吉市西市场，喜庆的红灯笼、春联、福字和各种挂饰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灯笼、福、对联，完了还有那个网窝丝挂的那种带穗的，这都买了。年根临近，喜庆饰品也进入销售旺季。市场业主告诉记者，平时每天能销售150单，到了周末销售量能达到300多单。过年前2-3天的时候是卖的最好的。在通化市梅河口市的各大农贸市场和超市都有专门设置的年货大集，水果、蔬菜、海鲜、肉类等商品一应俱全，品质新鲜，价格合理。过年了嘛，喜庆嘛，吃点糖，一家人团聚了哈。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像糖似的，甜甜蜜蜜的。样特别多，买什么都有，你好，价格还挺合理的。现在市场一天消费量老大的了，物美价廉，回头客特别多。城里市场热热闹闹，农村的年货大集也是人气火爆。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八道沟年货大集上，寒冷的天儿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办年货、买新衣、理头发、赶年集的人一波接一波，充满了温馨与热闹，洋溢着年的幸福与期盼。再来关注央视春晚，总台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是广大观众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情感寄托，审美享受也是合家团圆的美好陪伴。2022年央视春晚坚持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秉持守正创新、初心出彩的创作原则，力求用丰富的节目样态展现真实质朴的生活。在节目的创作中，今年春晚努力追求舞台状态与生活状态的呼应，语言类节目把心情思沉浸到日常生活，力求通过不同的观察角度展现出千姿百态的生活样貌。这之中有反映父子情深、婆媳关系的温暖喜剧，有讽刺不诚信行为的故事，还有学谁像谁的相声表演。在喜庆热闹的气氛中，倾力突出团圆、团聚、团结的年味儿。我们喜欢做的其实就是一些小人物们身边的事儿，小人物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关心，其实上升到就是我们人做人的基本道理，做人的一些的道德体现。对，因为我们每一次见完观众了之后，能希望作品有提升更好，就是其实每一次见完观众以后回来都有修改。我们这个小品其实更多的是传递温暖。总台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还将持续精心打磨，用心、用情、用功，为全球华人奉献一场文化盛宴。2022年
春节联欢晚会既有观众熟悉的语言类、歌舞类和曲艺、魔术、杂技等多类型节目，又有充满创新气息和高科技手段的融合创意类节目，营造出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同时也向世界展示神州大地辞旧迎新、全球华人喜迎传统佳节的欢庆色彩。这次也是第七次参加春晚了，那我觉得其实春晚它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变化嘛，它的主题啊，还有每年的节目啊，它的创新、它的形式都有不断的变化。在台侧看到很多就舞蹈演员还有其他演员就是表演的时候的舞美，就真的是太棒了，就是除了就是演员们的表现舞美、灯光美丽之外，我觉得那个科技感真的是就是现场观看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感受。歌舞类节目将用一系列充满深情的作品展现真情实感的时代图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其中既有精心创作的新曲目，也有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尽显新时代中国的创新之变、时代之美、奋进之力。演唱一个新的节目，对，然后虎年给大家一个非常正面、非常这个有朝气的一个新歌。大家看到未来就是播出的时候，那个会非常的非常的酷然后非常的有气场。我们那首歌特别有爱，我觉得在新的一年里面嘛，就是那种爱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件事情。下面来看新闻现场。春节将至了，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小孩子生性好动、好奇心强，对火的危险认知有限，家长一定要加强孩子这方面的看护和教育。下面一起来看两个由孩子引发的失火案例。1月21号上午，安徽滁州来安县一居民小区发生火灾，着火的屋子火势较大，现场浓烟滚滚，消防员挨家挨户敲门疏散住户，同时利用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很快便将滞留在楼上的4名住户安全疏散，并将火场中两个被大火灼烧滚烫的煤气罐疏散到远离人群的空旷区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大火被扑灭，但居民家中烧损严重。这个火灾是怎么引起的？小孩子因为玩火着的。据孩子的家人介绍，火灾原因是因为孩子独自在家时玩火，点燃了家中的家具。孩子发现起火后直接吓跑了，还是邻居发现着火后才报了警。再来看发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这起事故，一辆小轿车在小区的停车场内突然起火，整个车身处于猛烈燃烧状态，油箱已经烧漏，汽油流淌在地上形成流淌火，车辆周边还停有多辆小轿车。经过消防员及时救援，大火很快被扑灭。事后经公安机关现场走访询问和查看现场公共场所视频，了解到起火原因竟是一名小男孩玩火引燃了轮胎所致。除了居家安全，交通安全也值得重视。27号在广西环江县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交通事故，有一司机错把油门当刹车，导致车辆突然失控冲出了护栏，直接翻下了20多米的深沟。我们来看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小车从小区内向外行驶至道闸栏杆前，突然加速撞坏栏杆，同时向前直冲，冲破护栏后连车带人翻下20多米深沟。事故导致道闸栏杆被撞坏，小车四轮朝天倒在污水沟里，车门被撞变形。所幸事故发生时，驾驶员龙女士系了安全带，只是右边手腕受轻伤。事发后，她自行从车内爬了出来。民警经现场勘查，初步认定驾驶员龙女士在驾驶过程中错把油门当刹车而酿出了车祸。没了一丁丁油门，把油门当上，差点来拆了。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Thank you.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第69届世界防治麻风病日，即第35届中国麻风节。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关爱麻风患者，共创美好生活。近日，我省卫生部门开展了相关活动。活动采用视频连线的方式，省卫生健康委、省红十字会等部门与延边麻风病防治院的休养员和医务工作者进行互动交流，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今年是省卫生健康部门连续第27年对该院进行慰问，目前已累计为延边麻风病防治院赠送价值数百万元物资。此外，各地各相关部门也将开展形式多样的麻风病科普宣传和健康教育活动，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麻风病患者的良好社会氛围。再来关注天气，春节长假即将到来，那么今年春节期间的天气情况如何？是否适合我们走亲访友、出门游玩呢？一起来看一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气象台，在这里我们了解到春节期间全省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稍低，降水偏少，全省平均气温-15.5摄氏度，较常年稍低。大年三十在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为-22到-20度，其他地区为-19到-16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在-5到-10度之间。初一和初五各有一次弱冷气活动，初一的时候呢，就是北部和东部山区呢，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2到-23度。初五呢，最低气温再次有所下降，北部的松原和东部的池北区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5度左右。来到室外，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虽然风力不大，但是风还是比较凉的。同时，记者也从吉林省气象台了解到，在春节期间，我省还将出现2次降雪天气过程，主要集中在大年初一和初五。大年初一呢，主要在我省东南部地区的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长白山保护区部分地方有阵雪。初五呢，降雪主要在我省吉林东延边西部和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雪天气。整体来看，降雪少，有利于户外活动和出行。再来关注今天的省内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晴，-6到-20摄氏度；白城晴，-5到-18度；松原晴转多云，-10到-24度；四平晴转多云，-5到-19度；辽源晴转多云，-4到-21度；吉林晴转多云，-7到-20度。通化晴转多云，-2到-21度；白山晴，-4到-22度；延吉晴，-5到-16度；长白山晴，-7到-21度；长春晴，-6到-20度。今天是我们新闻早报牛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明天就是除夕了，新闻早报提前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虎年里虎虎生威，万事如意，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春节后